雍正青花回龙纹灯笼尊，画的是回龙，回首回龙穿花龙啊，啊一对一对啊，五重纹饰啊，这层次感很强烈的啊。先是海浪纹、波浪纹了、啊，跟着接着是转草纹、如意云头纹。啊，主题纹是夔龙纹，莲瓣纹最底下是莲瓣纹，那个尾巴转起来的，很长的尾巴，夔龙啊，传说中夔龙是一条腿，它是两个，啊，底下是大清雍正年制六柱楷书款双穿，那个胎字是黄科子啊，你看有火石红。